表哥人说到，什么是让上帝欢喜？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，愿耶和华使他的亮光照了，施恩可乐。讨上帝喜欢是人生的目的。圣经甲人答，总要测量和为上帝欢喜的事，然后去做。挪亚是一位令上帝喜欢的人，到迄个时代，人已经没有道德观，人只为自己喜欢的享受如何。从挪亚的身上，人学习上帝欢喜的敬拜行动。第一，当人创新爱他，上帝就欢喜。挪亚一生都跟随上帝的心意，并享受与上帝亲密的关系。圣经说，尽心、尽诚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乐的上帝，这是该名堂的第一条。当要该爱乐话话，上帝盼望人能回应他的爱。他说，我卖乐的向子，我爱的是坚定的爱，我爱我的子民认识我，日日读圣经认识主，借着祷告与他亲密的沟通。对此，当我们创新信告他，上帝就欢喜。挪亚用了120年的时间，到伊个家民在建造方舟，伊个家离海真远。一年一年的过去都无落大雨，伊被人批评，被人讥笑。虽然如此，挪亚仍然信靠上帝。信靠是敬拜的行动，就好像孩子信靠爸母的爱，爸母就快乐。第三，当我们创新创意、尊崇伊，上帝就欢喜。上帝指示挪亚造方舟的尺寸、形状、材料，以及爱带进方舟不同数量的动物。挪亚按照上帝的吩咐，伊都这样做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须遵从我的命令。”对此，当我们不断赞美感谢他，上帝就欢喜。洪水结束后，挪亚第一件事就是独登来献祭，表达伊对上帝的谢意。第五，我们使用柴工的时候，上帝就欢喜。洪水之后，上帝给挪亚指示，现在是生命向最近的时候，神家立业，耕种养蛇，真正做人，这就是我造你的模样。上帝都替人的生命来帮的每一件事，无论人到工作、游戏、休息或者是吃饭，请问你做的事，上帝欢喜吗？圣经说，坚强人的脚步，由主来指引。你的脚步有照着主来指引吗？同心祷告，感谢上帝将挪亚托上帝喜欢的事告诉我们。求主使我有一颗信靠顺服上帝的心，有力量遵行主的道，奉主耶稣名来求，阿门。